YouTube 朋友大家好啊，我是 Danny， 欢迎收睇 Dan Man 826啊。今日区区玩食咧嚟到中环啊，我哋会去大馆嗰度睇下。我就未去过大馆啦，所以特登过去嗰边睇下有啲咩睇，同埋有啲咩食嘅，同大家分享一下。大館的其中一個部分就是以前的域多利的監獄，進入到這裡後面就是監獄的一個操場，之前還有這裡幾座就是一些監房，但因為疫情關係這段時間就只是很有限度的開放，所以有些地方是不可以參觀的。現在入到嚟呢度咧，就是叫做 D 倉啊，係以前域多利監獄咧最古老的一個建築物啊。咁佢一個叫做咁，其實原來大館呢度咧，我今次第一次嚟啦。佢嘅建築物咧，好都好多嚇，好特色啦，同埋好多係打卡嘅影相位嘅喎。咁咧，另外咧就有啲嘅小鋪啦、小店啦、食肆咁樣都喺度嘅。大馆是位于中环荷里活道十号，要去的方法最简单就是由中环用这个半山自动扶手电梯经荷里活道和奥比利街交界处的行人天桥就可以直接到达大馆。另外都可以坐12号、12 M、13、26或者40 M 巴士前往。观众朋友，如果今次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而你又喜欢看旅游、飲食、生活资讯片的话，请记得按埋个订阅同埋个钟仔，你们每一个的支持对我来讲都十分重要，多谢。来到这里，我身后面就是叫做检阅广场，就是大馆的最主要部分，很多的餐厅、食肆、商铺都是围绕在这个检阅广场的两旁的。大馆是一个集古迹和艺术馆一身的建筑群，由三大法定的古迹组合而成，分别是前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监狱。大馆在2018年5月开始对外开放，里面不时会有一些历史展览活动，而且也有餐厅、商铺，更加是影相打卡的好地方。咁咧，而家就入到嚟一間咧叫做巴黎小館嘅 cafe 啊，咁佢呢度咧就有啲嘅 Sunday brunch 啦、weekend brunch 食嘅。餐厅在周末的时间有个二人套餐，包了三份法式的三文治和一壶的饮品，可以选择有酒精或者没有酒精，248元两位。另外，佢餐牌都有一些早午餐的选择，价钱大概是70多元到100元左右。Weekend set 就是248元，佢有三款不同的 open sandwiches 嘅。
佢包一扎嘅飲品，佢有三款係有酒精嘅，三款係冇酒精嘅飲品揀嘅。咁我哋揀咗一個咧，就有啲土啦、ginger ale 啦、橙嘅，好似一杯 punch 咁嘅。唔錯喎，個味道，起碼夠解渴，因為今日真係好熱啊出邊。咁啱啱嗰個sandwich 嚟咗啦，咁係一個 open sandwich 啦，下邊一件係 toast 嘅，佢係整脆咗嘅。咁有三款嘅麥上同埋嗰個好香啊，嚟到都有一個係mushroom， 即係呢個蘑菇加呢個有少少芝士同埋黑松露。另一個咧就係煙三文魚加牛油果，再有一個咧就係一個好似一啲嘅 stick 細細嚿嘅牛柳仔咁樣，加一個酸瓜啦啲。有啲沙律咁樣嘅，哇！三個都好靚，食邊個先咧？食個三文魚先啦。唔係啦，而家食呢個三文治嘅 open sandwich 先。哎呀，切開嚟。第二件嘅呢個 toast 咧就係一個黑松露 mushroom 蘑菇，加咗啲嘅 cheese 喺面頭咁樣。佢嗰個菇咧係有幾種唔同嘅菇嘅雜菇嘅。佢啲菇咧加埋黑松露味都好好香，個芝士都唔錯。第三件食呢件睇落係最好食一件，所以留翻最尾先食就係嗰個 stick 啦。咁啊，上面有兩嚿嘅少少嘅酸瓜啦，下面有啲牛油果，有啲沙律菜，加啲好似係tartar醬，又唔係 tartar 醬，黃色嘅。等我試下先，芥末醬係芥末醬嚟嘅，加啲 mayonnaise 咁樣。咦，點樣食咧？呢嚿切落去好難喎。等我分開嗰個牛柳，同埋牛柳都唔係話熟曬只喎，佢都係少少 medium rare 咁樣，有啲紅色見到。一大啖咬落去，哇！個牛肉好腍啊，唔會硬，配合得唔錯啊！呢個真係咁，其實呢啲係 snack size 啦。其實佢咧呢度都有啲 full order 咧，即係全份嘅呢啲咁嘅三文治啊之類嘅。如果離開呢度都可以試一下。如果觀眾朋友中意我今日同你哋分享我嚟到大館呢度嘅一日行程咧，俾個 like 同埋 share 俾朋友啊！仲未訂閱我頻道又中意睇旅遊飲食生活資訊嘅，記得撳埋訂閱同埋鐘仔啊！當我新片出嘅時候，你會第一時間知道。仲可以追蹤埋我 Facebook 同埋 IG 啊！我將一啲最新嘅資訊咧放上嗰度同大家分享嘅。咁啊，下條片再見啦，拜拜。